所以呢，我只是来代班的。今天的这影片呢，其实没有什么想说的，就只是想说，我哥的频道剩100订阅了，这些都要感谢你们一起的支持，无论是简单一个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。尤其是部分动漫理发新的留言，还有突然爆出来的观看次数，更是鼓舞人心。未来呢，本频道会定期更新，请大家密切留意咯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，欢迎分享、订阅、给个赞、留言。那么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哥，下次还是你做吧，我累了。